整诡异。哪里来的野丫头？你是谁？碰了那个东西的，可没活着出去的。要你多管闲事。竟是我时隔这么多年，他还是出现了。既然主动找上门来，这一次我可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你要当英雄救人，我不管。可是我还有小野，你叫我怎么办？